哦，那不是啊，哎呦，我两个老来迎观众要求，有我们的侯友宜跟我们的韩国瑜，我们再次的深情拥抱。侯友宜、韩国瑜被台下拱要拥抱，但侯友宜这条汉子还是顶住了。我来讲哦，其实我两个免烂啦。时间真正有够无聊的啦，啊，都有阿舅在讲做文章，啊，才真无聊。侯友宜尽管骚，现在还是要解释，意思是感情好不便自明。韩国瑜站在一旁，不失礼貌的微笑，但两人还是没有面对面拥抱，只有搭搭肩膀，彼此好感有没有一样多不知道，至少共同敌人很明了。别人去大陆都有代志，伊去大陆都无代志，拢双标双标，选举选到这个程度，真正无妨，这么上敖。我们侯友宜总统。选上总统，我们全力恢复特侦组专办贪污的大官。26号，侯友宜云林造势晚会有韩国瑜站台，一边破除不可留言，一边也要靠云林女婿来拉票。云林县长张立善炮火也不输，其他那两所啊，两所副总统都无啥想要放弃美国籍，都想要做中华民国副总统。同一天，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政见发表会完也没闲着，六度到蓝绿激战区新北中和拜票，也替立委候选人吴征站台。韩国瑜做立法的议长，利用国会多数，一旦让台湾行倒退路，你知不知？伊是要行回头路，回去中国。攻守激烈互拼，蓝绿主将行程跑不完，从早讲到晚，只要能讲进选民心坎里，一切都值得。TVBS 新闻庄崇敏、赖崇荣、罗维新、云林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